们一起来打开看一节的经文，我们来打开罗马书八章第十四节。我们先一起来读这一节经文，预备开始。因为凡被神的灵引导的都是神的儿子。再来一次。因为凡被神的灵引导的都是神的儿子。圣经在这里说，因为凡被神的灵引导的都是神的儿子。那换一句话，这节经文其实在告诉我们，神的儿女都应该被神的灵引导，被圣灵引导。好，跟我一起来说一次好不好？神的儿女都应该被圣灵引导。这里没有说啊，神的儿女应该要被先知引导，要被很有祷告恩赐的人引导，没有这样讲。那圣经告诉我们说，神的儿女应该要被神的灵，被圣灵引导。每一个重生得救的基督徒，这位圣灵已经内住在我们的里面，永远与我们同在。这位圣灵要引导你明白一切的真理，这位圣灵也要指教你一切的事情。阿们吗？那今天晚上我要分享的信息呢，我的重点会讲几个方面。那第一个重点我要讲的就是，很多时候基督徒有一个错误的一个方式，当我们碰到一些事情的时候，当我们要做一些决定的时候，当我们要面临一些选择的时候，那我们该怎么样去做正确的决定？那很多时候有一个错误的观念理念，可能是因为你过去没有在这个方面被正确的教导，可能你就会把希望寄托在先知的身上，让先知给我祷告看看我的老公到底是谁，让先知为我祷告看看这笔的投资到底要不要投，或者说让先知为我祷告看看这个房子到底要不要买，让先知为我祷告看看我的女儿应该要去哪一个学校，就会出现这些问题啊。那今天晚上相当一部分的信息是我自己的经验之谈，也是我在追求圣灵工作的这些年的过程中很多的经验，很多的总结，那也是我在学习灵恩正确运作的当中我所领受到的一些教导。当然这个必须要符合圣经和真理啊。那我得出一个结论，我观察很多基督徒，我发现很多的基督徒掉入到网罗里面，受了很多不该受的苦，是因为让先知引导他。也就是说，一个基督徒他遇到什么事情，第一个想到的不是自己去祷告让神来带领他，而是指望别人为他祷告，指望先知为他祷告。这一类的基督徒啊，我基本上碰到的90%以上都会很倒霉的，到最后都会很失望。也就是说，凡是求别人引导的，让别人为你这个祷告，为你那个祷告，这个可不可以，那个可不可以的，基本上都会受苦。我再说一次，基本上都会受苦。那我们教会不断的成长，也不断的倍增。那我们教会也是一间向圣灵完全开放的教会，所以到了这个阶段，神有感动我，必须要开始讲这些真理。那首先我要跟大家来讲的一个很重要的基础，你要有一个认知啊，旧约的先知和新约的先知功用是完全不同的。那你在旧约圣经里面看到先知确实会主导人去做什么，这是在旧约里面很常见的。但是你知道吗，旧约的先知功用和新约的先知是完全不一样的。今天在新约，神没有让先知去主导你，去引导你。今天在新约，先知的作用只是劝勉、造就、安慰，只是给你一个印证，印证你里面已经有的。在新约，神不是要透过先知来主导你，在新约，圣经讲得很清楚，神的灵要亲自的来带领你、引导你。阿们。你要被圣灵，在你里面的圣灵，他要引导你。一起说阿们。那首先啊，有几个理由，为什么在旧约之下神会让先知去引导百姓，而在新约神不再让先知去引导和主导我们呢？有几个理由。第一个理由，
因为旧约圣经的正典没有形成，所以先知的角色就显得特别的重要。而新约呢，今天你我整本圣经都已经有了，圣经已经是完全的完美的启示了。旧约因为没有正典的圣经啊，他拿什么来做参照呢？没有呀。所以从神那里来的先知怎么说，他们就要照着先知所说的去做。而今天呢，我们已经有圣经了，听明白的人说阿们。那第二个理由是，旧约圣灵只是降临在少数的人身上。在旧约你常常会读到圣经说，神的灵降在基甸的身上，神的灵降在耶弗他的身上，神的灵降在苍孙的身上，神的灵大大的感动大卫等等之类的，你会读到这些经文。也就是说在旧约圣灵只是降临在少数个别的人身上，神要借着他做一些伟大的事情。可是今天在新约，耶稣升天之后，圣灵就来了。每一个重生得救的基督徒，圣灵今天都住在你的里面，永远与你同在。阿们。旧约因为他们大部分的人没有圣灵内住啊，没有圣灵在他身上啊，所以他们需要先知来引导他呀。今天圣灵已经在你的里面了，你需要靠着你里面的圣灵来引导你去做一些神要你做的事情。阿们吧。你不再是需要靠着外在的东西来引导你，不是需要靠着先知来引导你做一些决定。听懂的人说阿们。箴言书20章27节，我们来看，人的灵是耶和华的灯，鉴察人的心腹。那人的灵是耶和华的灯，所以今天圣灵住在你的灵里面，我们每一个人都已经拥有了一盏灯。灯是用来干什么？用来照明、引路、引导的作用。阿们吗？所以你里面已经有一盏灯了，圣灵在你的灵里面。一个没有重生得救的人，他的灵是死的，他不知道神的事情。一个重生得救的基督徒，圣灵住在你的灵里面，你可以明白神一切的旨意。听明白的人说阿们。所以大声的跟我说，我里面有圣灵，我有灯。所以呢，你应该要看自己的这一盏灯来走路，对不对？你不看自己的灯，老去问别人这个可不可以，那个可不可以，你迟早会掉在河里。你不掉在河里，你来问我，一定是这样子的。所以新约的先知他不是给人指引方向的，几乎是有带出一些指引的信息，最多只是给对方做印证作用。也就是说，印证圣灵已经放在你里面的东西。我举一个例子好不好？你里面已经有了，但是先知这样子一说，一拍即合，你就知道这是神要你做的。比如说，举个例子啊，先知如果所说的你里面根本没有共鸣，其实你可以把它完全放一边，因为下面的信息我会讲到的。先知也有可能会说错的，先知说的有时候也不一定马上发生。有个先知为你祷告，对你说你要去非洲宣教，结果你明天起来就收拾东西，把工作辞掉，把该卖的卖掉，然后就买张机票要去非洲。你不会傻到这个地步吧？你一定会很沮丧的，一定会倒霉的，你去了一定会碰壁的。那如果相反，你已经预备了很多年，你里面的感动带领已经非常强烈，要去非洲宣教，你不知道哪个时候该行动。突然之间你碰到一个从来你不认识的先知，他有感动为你祷告的时候说，神的时候到了，你放胆的去非洲吧，神与你同在。那这个时候你就行动吧，哈利路亚。所以新约的先知他起到一个作用，是印证你里面已经有的。阿们吗？所以不管谁为你祷告，不管他说你会怎么样，如果你现在没有感动，如果你现在里面没有印证，把他的先放在一边。我也不说那是假先知，你也不要这样说，反正你先把它放在一边，这是正确的处理方式。听明白的人说阿们。我们来看哥林多前书14章第3节，这里讲到新约的先知
它起到的一个作用是什么？不是指引方向，不是找出你的罪来。注意，在旧约之下，神会借着先知来责备人的罪，指出人的罪。今天在新约，耶稣在十字架上的牺牲，流出宝血，已经为你的罪付上了代价，已经洗净了你所有的罪。阿们吗？所以这两者是有区别的。如果今天新约有一个先知为你祷告，老是找出你一些罪来，让你很困惑，这个罪到底神有没有原谅你，这个话语不是从神那里来的。也就是说，新约的先知不是定罪的先知，不是责备你罪的先知，明白？几乎先知有讲到你的一些软弱，讲到你的一些问题所在，但他的出发点一定是劝勉、造就、安慰、鼓励你的。如果先知讲的话语让你产生了恐慌，先知讲的话语让你产生了疑惑，让你感觉到被定罪，让你感觉到神离开了你，这不是来自神的。阿们吗？神是给你盼望的。先知要带出的是劝勉、造就、安慰。几乎你有软弱，神会提到你的软弱所在，但神更加会告诉你说，他的恩典要帮助你走出一切的软弱。哈利路亚！阿们吗？那我们来看十四章第三节，我们来看这节经文。但做先知讲到的是对人说，要造就、安慰、劝勉人。跟我说，要造就。首先，先知讲的内容，那个启示能不能够造就到你？如果不能够建造到你，那个就没有意义。首先是什么？造就，然后是什么？安慰，然后是什么？劝勉。造就、安慰、劝勉，那个从神那里来的话语是安慰你、劝勉你，让你感动，让你流泪，让你感受到神很真实。哇，原来这么在乎你，哇，神知道你生命中的一切，原来神一直与你同在。这是新约先知的一个功用，它主要是什么？造就、安慰、劝勉。几乎有讲出、有带出一些指引方向的信息，一定是为了印证你里面所有的。所以你里面如果没有感动，千万不要贸然行动。下面我会解释得很清楚的，原因是为什么，我会告诉你很多个理由，并不是说他就是假先知，不是这个意思。你要正确的看待预言、看待启示、看待先知的讲论。听明白的人说阿们。差不多在2年多以前，我很挣扎，我到底是不是应该要离开原来的教会，开始建立教会。我很挣扎，一方面我感受到强烈的感动和推动，我应该要自己去建立教会，因为神要带领我做一些新的事情，因为新酒不能够放在旧皮袋里，如果继续跟原来扯不清的关系， 我是没有办法更好的被神使用，做神要我做的事。可是另外一个方面，我也害怕，我也胆怯，我也没有经验，因为建教会要面临很多的挑战。可是我又感觉到里面就是觉得要建教会，要建教会，但是又在我的魂里面会有一些担心，会有一些忧虑。那有一天我碰见一个先知，他是神是借着他说方言方方言，他就告诉我说，神已经把这个感动放在你的里面了，你不要再问问这个问问那个，你不要再犹豫了，你大胆的去做吧。我就知道他对我说什么。回来之后我说，我要开始教会了，哈利路亚。我并不是因为他说了我才做，而是因为我里面已经有了，他是给我一个印证。哈利路亚。阿们吗？为了把这个道讲得更清楚啊，那我做一个概括啊。我们今天所说的是要被你里面的圣灵引导，而不是被先知引导。那这里的先知呢，今天晚上所提到的这个先知呢，包括什么呢？我把所有的你见到的异象啊，听到的声音啊，说方言、方方言啊，做异梦啊，全部都先把它搞在一起啊，这都是启示啊。用概括的来说，我们暂时就叫这些都叫先知吧，好吧，来自神的啊，我们用这么一个名词来代替一下。如果要细节区分的话，肯定是不一样的啊。但我再说一次，把所有的见到的异象、听到的声音、说方言、方方言、做异梦等等之类的这些启示性的经历，我们先都把它叫做先知性，好不好？跟我说先知性。好，我们先把它给概括起来啊。
那我今天要告诉你说，神引导你不是借着外面哪一个先知来引导你，他引导你是在你的里面引导你。阿们吗？先知新约的功用只有造就、安慰、劝勉。有三件事情新约的先知切切不能够为别人祷告的。那今天对于在座的你我，你不需要找人为你这三件事祷告，你也不需要自己为别人这三件事祷告，这是切记。有人说我不管我不听，你不听啊，你走着瞧。你要为这三件事情祷告，迟早你要胆子够大，迟早别人在你前面会给你加上一个字，假假先知，哈哈，一定的，这是经验之谈啊，很多人都是自找的。那哪三件事情千万不能祷告？第一件事情，生男生女，怀孕了，你给我祷告看看，我是男孩还是女孩？不用祷告，我随便说男的或者女的都有50%的准确度。你说男的，万一是个女的呢？人家说这假先知。你说女的，万一是个男的呢？这也是假先知，何必冒这个风险呢？你管人家生男生女，生下来嘛，养起来就好了吧，对不对？圣经说神爱世人，又没有说神爱男人，你这个重男轻女的思想也得改改，没必要，这是自找的啊。第一件事情啊，生男生女不要为别人祷告。第二件事情，应该要娶谁嫁谁这种事情也不要祷告，明白我的意思吧？婚姻上你不需要去告诉别人说啊，谁是你的妻子，谁是你的丈夫，如果是神的带领，他自然会喜欢他的，你不需要在这里瞎掺和。阿们吗？第三件事情，这个生意可不可以做？千万不要为别人祷告。你说可以做，结果赔了怎么办？自己可以祷告，不要找别人为你这些事情祷告然后做决定，千万不可以。我以前在学习这个方面的教导的时候，我的老师是很清楚地告诉我的，除非你胆子够大，那你迟早要被加上一个字的，你总会祷告错的，明白吗？你一定要新约的先知注意，如果你知道这个原则，造就、安慰、劝勉，这是安全领域，在这个领域里永远错不了。阿们吗？那对于教会先知的领受不是最终的决定，我再说一次。那今天我们也看到许多的教会，有一些教会他们追求灵恩呐，但是没有正确的教导也是会带来混乱的。我看到许多的教会牧者把先知的启示当作最终的决定，以先知的启示为标准来决定教会的事工和方向，最后一定会落入到错误里面，使教会受到极大的亏损。我有看到这样的教会啊，有带导的先知的说了教会下一步要怎么样，那牧师就贸然的跟着怎么样，最后都吃不了兜着走的，一定会出错的。所以你要记得，教会的决定一定是有权柄来做决定，不是有先知来做决定。谁是这个教会的权柄，最后的决定权一定在他手中，神是尊重这个次序的。那有人说，那先知说的万一是来自神的，那个权柄不执行的，先知只要说完所该说的就行了，其他的不用管了，神会负责的。阿们吗？如果是神要做的这件事，神一定也会把这个感动放在权柄的里面的，感动一定是双方的，不是你突然之间有一个东西出来了，然后牧师一点感觉都没有，然后你要在教会里极力的推进，这个一定不是从神来的。如果是从神来的，一定是有共鸣、有印证的。哈利路亚。所以如果对于牧者懂得这一点，教会有先知呢是安全的，懂得这一点，教会先知越多，启示性的恩赐彰显越厉害，就会有越多的人得到造就。反之，如果不懂得这一点，启示性的恩赐运行的越厉害，教会越混乱，最后也一定会出问题。下面讲重点啊，牧师啊，神已经给了先知的话语了，你今天怎么讲那么多要注意的事项？难道你不相信神吗？对神我很相信，对你我这不相信。我们来打开帖撒罗尼迦前书5:20-21，下面我要讲的这一部分请注意，我要解答这些问题啊，不要藐视先知的讲论。所以呢，
教会应该是平衡的，一方面向圣灵完全的开放，只要是来自神的，无论是异象、异梦、预言、启示、说方言、方方言，这个都是圣经记载的，这些都是圣灵的工作了，阿们吗？我们一方面是要开放，另外一方面我们又是要冷静成熟，这两节经文它是一个平衡，好不好？二十节讲到不要藐视先知的讲论，这是一个开放，可是二十一节同时又说，但要凡事查验，美善的要持守。二十一节跟我一起来读啊，但要凡事查验，美善的要持守。这里说什么？要查验，什么意思？谁水平高一点给我解释一下，为什么圣经提到说要查验？到底圣经在表达什么？什么意思啊？很简单嘛，意思说很可能会错，很可能是错的。我看过一本书啊，叫《五重职分》，蔡景元写的。那我看了这本书，我很大的震撼。一方面，这本书跟我所领受的，其实跟我那么多年的一个看法经验是一致的。另外，这本书我看它里面的教导是符合圣经的。这本书里面是这样讲，他说，一般的受感说话，它的精准度只有20%-30%。预言恩赐精准度只有30%-60%，先知性的服事，安德烈这种是属于先知性的服事了啊，他不是一般的受感说话或者预言恩赐了，他已经达到先知性的服事，精准度只有60%-80%，他也会错的。等一下我会告诉你啊，先知职分就是说像世界上公认的这些先知职分，大约是80%-90%以上。但也不是100%。先知职分的像比较公认的，像奥比琼斯，像这一类的啊，都是属于先知职分的恩赐在运行了，它的精准度也只有80%-90%，不可能到100%。如果你明白这些，你就不会把那一些稍微有一点恩赐的老师当偶像一样去迷恋，你也不会太当一回事，明白我的意思吗？那另一个问题来了，牧师啊，圣灵怎么会错啊？我听得怎么都觉得，你怎么会这么讲呢？你意思说圣灵会错了？那是不是只要说的不准，就是假先知，就是邪灵呢？等等啊，答案是什么呢？圣灵是不会错的，但人会错。请听好，使用恩赐的人，因为他生命的成熟度和对圣经真理的掌握认知，会决定他对这个启示的领受正确率有多少，这个都是成正比的。也就是说，圣灵不会错，人在领受启示的过程中人会错的。比如说，这个人如果里面很自私很自我，他带出来的东西一定会受到影响。你里面人的成分，就是你魂里面错误的东西会夹在圣灵的工作里面带出去。就像有一些人，你对真理一点都不明白，有时候你看见的意象是正确的，但你的解释可能是完全错的，明白吗？你看见了一个东西，你怎么来解释它，也是跟你对圣经真理的掌握度都是成正比的。所以随着我们教会不断的壮大，我们向圣灵的工作是非常敞开啊。委身的会友知道，我们经常请一些被神大大使用的有恩赐恩高的先知性的这一些老师来服侍我们。但是我有一个原则，我现在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则是什么？我只会请在恩典上已经扎根并且认同的先知性的老师来为大家祷告。原因是为什么？如果他在这个方面的真理没有被建造起来，他的启示有可能带出来的会是人的东西掺杂进去，不但不能给你带来造就，反而会带来什么？带来捆绑了。比如说先知同样为你祷告，看见一件10年前你犯过的罪，如果他是很律法很定罪的那一种教导的先知，他可能会说，
他看见这一幕啊，同样看见这一幕，他可能会说，姐妹，神要惩罚这个罪，神没有原谅你，你的罪会追上你，哒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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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哒，说了一大堆，就恐惧担心，那我该怎么办呢？哎呀呀，你看到没有？你带来就是惧怕了，就是捆绑，就是更多的定罪。如果他在恩典上已经被开启，他在真理的掌握上是非常成熟的，当他看见你很多年前的这个罪的时候，当他看到这个的时候，他会说，姐妹，你里面是不是有一个罪一直没有放下来？神已经原谅你了，可是你一直在怀疑说这个罪有没有被神原谅。神今天要告诉你说，这个罪神已经原谅了，就是那一个罪，就是那么多年前犯过的那一件事情，神已经彻底的饶恕你了。然后你会感动到，啊，主爱我，看到没有？看到的是同样的一个景象，解释会不一样的。所以这个是根据这个人对真理的掌握，对神话语的这种了解，根据他的成熟度来决定他的精准度到底有多少。听明白的人说阿们。你对真理都不明白，你什么都不懂，你有时候说就是在乱说嘛。启示性，这是一个恩赐，比如说异象，很有可能你今天刚信耶稣，圣灵充满你，你就可以见异象。记得，这是一个恩赐，这个跟你的生命的成熟度是没有关系的，跟你对真理的掌握是没有关系的。恩赐就是你被开启了，有了就有了，这没什么了不起的，这只是一个工具而已。阿们吗？你会见异象，这没什么了不起的，这只是一个工具。但如果你对真理的掌握一点都没有，道都不听的，你说出来的都是错的。阿们吗？我也真的看到神赐给我们一个工具，一个恩赐的时候，他是要我们在真理的基础上去使用和发挥他的。我深深的感触到这一点。其实见异象也好，说预言也好，方言也好，跟讲道一样，它都是恩赐。就比如说一个人已经有了讲道的恩赐，他还要不要读经祷告追求学习？他已经有恩赐了，还要学什么？恩赐是一个工具，但是他学习的程度会决定他把这个工具发挥的程度会成正比的。阿们吗？虽然你很有口才啊，你很有恩赐啊，你从来不学习的，那这个工具就没有办法被更好的发挥。可能他讲的很有恩赐，但他会讲错的，他很多人的东西插在里面，不是圣经的真理，因为他不学习追求圣经的真理。我有一个很深的经历啊，真实的，真实的。我很多年前我拜访过一个老阿姨啊，大约那个时候70多岁，在我们当地祷告是非常有恩赐，见异象是很厉害的。那我们去拜访她的时候，有一个人刚好找她祷告，那个人可能平时也不听主的话啊，跟主的旨意都是背道而驰，也不愿意顺服神。那个老阿姨给她祷告的时候，你知道祷告出来的内容是什么？我们笑掉大牙。那个老阿姨说，农村里是有那种木头做的马桶，你知道吧，那种。那个老阿姨说，我看见一个异象，马桶有两只耳朵，可是你的耳朵在哪里呢？你的耳朵都不听主的话。这个要带出来的意思呢是好的，意思说你都不愿意顺服神，所以你这个一直在跌倒，一直在走冤枉路。他要带出来的意思说，你的耳朵要听神的，要顺服他。但是你知道 他讲出来的东西是用马桶来做比喻。为啥？他实在没有，也不认识字，实在没有圣经的话语，他没经文呐、啊，没经文嘛，那没办法，这个恩赐是已经有了呀，那就只能是用这种方式来带领你。因为只能说马桶有耳朵，比较会有，还是告这个东西有耳朵嘛，意思你的耳朵在哪里都不听神的话，看到没有？那我只是说啊、让大家明白哈，没有其他意思啊，没有任何不敬畏不尊重的意思，而是说你看到没有，你对圣经的掌握程度会决定启示的精准度的发挥。听明白的人说阿们。所以我再说一次，帖撒罗尼迦前书5:21，再来看这些经文。20节说不要藐视先知的讲论，21节说凡事查验，凡事查验。
所以有任何启示性的话语出来的时候，可能会是错的。你要查验，怎么查验呢？注意啊，三个方式：一，自己查验自己。如果你为别人祷告，有什么异象啊、异梦啊、启示啊，你自己也不要都相信自己。为什么？因为你也不成熟，你也在成长，你也在不断的更新，明白吗？有时候可能是魔鬼的试探呢，对不对？你不要以为只有圣灵会说话，魔鬼在旷野里也一直在对耶稣说话。耶稣用什么查验？圣经啊，对不对？也有时候是什么人自己的意思呢？你巴不得希望他多赚点钱嘛，他好不容易有个投资机会嘛，你肯定会跟他说赶紧做赶紧做赶紧做，你人的意思也会带进去。如果碰见一个很大的老板，他很有钱的，你知道他做不做对他没什么影响的，你可能人的意思会带进去，说慢一点没问题，慢一点没问题。你看到没有？有可能是魔鬼也会掺插进来，那也有可能什么人自己的意思，对不对？还有你看到的解释不一定正确啊。所以首先你自己有领受了启示，自己要查验。阿们，跟我说自己查验，好不好？你做什么异梦也好啊，看见什么异象也好呀，你觉得你不明白的先放一边，神如果要对你说什么，你这次不明白了，明天还会对你说，直到你懂了为止。你不要贸然行动啊。传道书里面讲到说梦多有虚幻，不要做一个梦就紧张兮兮的，很多原因会产生做梦的。当然圣灵也会启示异梦，但别忘了睡多也梦多，白天也是日有所思夜有所梦，肯定的。你不要太当一回事， 你也要学习自己在查验。哈利路亚，阿们吗？所以这样子就比较成熟，就比较在安全领域，就不会出任何问题。那第二什么？彼此查验。什么叫彼此查验？别人为你祷告的，你也不要四话都信，你也听听，印证印证你里面有没有这种感动。如果他讲的跟你里面所领受的差不多，那就感谢主。他所讲的你也根本听不懂，一笑而过，尊重一下，谢谢谢谢谢谢，这种会吧？你不要太当一回事，明白吗？第三，怎么查验？你的权柄查验，他给你一些最终的决定，就是你的牧师。你领受一个什么东西，你一定要跟你牧师分享。你见到牧师都害怕的，都不敢跟，放心了，你跟我讲我会怎么样的，你见到我怕你自己吃苦头。我跟你说，记得有任何什么东西，有任何异样的情况，一定要汇报牧师。牧师是保护你遮盖你的，给你带来祝福的。哈利路亚，我相信属神的牧师一定有从神那里来的智慧和洞察力，正确的判断一切的东西。神已经使用恩膏牧师在这个位置上的时候，一定能够明白的。你要相信他，否则你就是牧师了。阿们吗？他年龄都比我小哎。那我跟你说，耶稣年龄可能比彼得都小，彼得年龄可能比耶稣都大，彼得都有岳母嘞。所以在我的同工谢老师的年龄跟我爸爸差不多的，都是很正常的，很顺服的。哈利路亚。所以这三个啊，你一定要学习查验。我今天讲这个没有任何的责备和定罪，我只是告诉你该怎么样啊，正确的让你行在神的心意里，更好的蒙福。哈利路亚。那一般启示性启示啊，一般是透过四个途径，四个途径。第一个途径就是意念，意念。有时候你为人祷告，神会把一些意念放在你的里面，突然之间会出现一些意念，那这是第一个神启示你的一个途径，是意念啊，意念。第二个是画面，常常我们说的就是意象画面。第三个呢是声音，声音。但是你知道声音魔鬼也会说的啊，这个你一定要查验的。第四个是什么？立体的，就是你会身临其境在某一个情景当中。那一般会有这四个途径啊，这个启示性的开始运作的时候。但是你一定要学习要查验，这不能冲动。跟我再说一次，要查验。再说要查验。阿们吗？很重要。能不能够明白我所讲的意思？
圣灵不会错，但人有可能是会错的。所以你正确的对待启示，对待预言，就是查验，一方面敞开的心，另外一个方面查验祷告。那一般啊，第二大点我要讲的是新约先知侍奉的危机与网罗，就是在新约启示性的这种有启示性恩赐的人，我们前面说过，我们都暂且叫他为先知吧，啊，全部都是划到先知性里面。那他的危机跟网罗是什么呢？第一个，没有牧师的遮盖与保护，这是会出现危机和网罗的。常常你看到，为什么很多追求灵恩的人，到最后容易走火入魔？你真的看到这些现象。我今天晚上是对很多已经很成熟的人讲这个道理。事实上，真的很多追求灵恩的教会，很多追求灵恩恩赐的人，最后搞得真的都是结果很不好。其中一个原因就是这些人都有一个弊病，常常是独来独往，自己搞一套，所以这些人常常是很孤单的，往往被别人骂也往异端里打。那这个孤单是谁造成的呢？是谁造成的了呢？两个原因造成这种局面啊。第一个原因是牧师不肯遮盖与保护。我再说一次，如果这个牧师没有受过这个方面的专业教导，没有受过专业的训练，如果这个牧师对这个领域的真理的掌握如果不是很明白的话，当碰到这些有恩赐的人在他教会出现，他会很害怕和紧张的，因为他不知道正确的去引导这些人，不知道怎么样去帮助这些人，所以呢，这些人有时候也会带来一些混乱，带来一些问题，所以牧师一般是会很害怕和紧张，所以到最后呢，他只能做出一个决定，就是告诉别人这个人要小心一点，是假的。他只能用这种方式好来减少他教会的这种危机和这种损失，这是一个原因啊。那责任是在于牧师，就像一个小孩子很小的时候，他没有好与坏，他本性没有好与坏，你怎么样引导他？就像当教会里面有圣灵的恩赐彰显的时候，他只是一个工具，他可以带来破坏混乱，他也可以让更多的人得到祝福。那责任在谁？牧师应该要教导，正确的引导他，就像一个小孩子正确的引导他。阿们吗？所以他被正确引导，他就可以成为一个有用的人。如果他被错误的引导，他就会成为黑社会，成为混混，成为流氓，就看他被怎么样的引导。这个恩赐也是一样，所以这个方面，那现在我们也看到，真的感谢神啊，中国的教会在越来越复兴，所以这个教导也越来越回归到圣经。那我也看到在灵恩这一块也被教导的越来越清楚，回到神的真理里面，所以这个局面正在改变。阿们吗？所以属灵恩赐是造就人的，它不是要带来混乱的，那是需要牧师教导的，好不好？那我来回顾一下。所以第一个原因是因为没有牧师的遮盖和保护，所以那一些有恩赐的人在那一些教会是待不住的，最后要么被赶出去踢出去，要么就自己遍体鳞伤，受了一大堆的伤然后离开，基本上就是这两个结果了。有恩赐的都是不安全的，要么被整死，要么自己忧郁而死。忧郁而死呢，就是一直被打压，一直被打击，那也会很痛苦嘛，这是一个啊。那第二个原因呢？第二个原因啊，那造成没有教会牧师遮盖和保护，造成有危机网罗，最后出状况。第二个原因是因为这些有恩赐的人，通常不容易顺服权柄，不懂得次序，所以谁也管不了他。他常常会说的一句话，我宣告在我们教会没有这样的人啊。他常常会说的一句话是，这些有一点恩赐的人常常说的一句话就是，我只听神的，我不听人的，勿要顺服神，不顺服人，这是应当的。我听神的话呢，还是听人的话呢？这是他们
最常用的口头禅。我跟你说，死就死在这里，你知道，很容易骄傲自大。他是错误的引用这个经文啊，圣经确实有这么一句话，当顺从神不顺从人，这是应当的，有这句话，但是在错误的引用。别忘了，当你在这一间教会的时候，神在这间教会是有次序的，凡事规规矩矩照着次序而行。权柄是神所设立的，顺服权柄就是顺服神啊。神设立权柄是用来保护你的，遮盖你的，给你带来祝福的。哈利路亚，阿们吗？刚才这一句话听起来好像对，只听神的不听人的，神已经对我说了，好像听起来对吗？听神的这有没有错？没错嘛，好像对的，可是又怪怪的。我举一个例子你就明白了，就好像一个三岁多一点点的孩子在大街上走，突然之间对他爸爸说，爸你不要管我，我只听神的，我不听你的。三岁多一点的孩子，你把他放在上海街上，我跟你说他一定会出事的，老爸不在他绝对出事，可是他说他听神的呀，道理是一样嘛。所以一个三岁的孩子对爸爸说，我听神的不听人的，他爸爸会很无语的。然后这些人如果他没有被教导要顺服权柄，要顺服次序的话，那这些人会容易出现另外一个负面现象是什么呢？当牧师开始纠正他，当牧师开始不听他的时候，他就会开始反过来攻击牧师了。牧师不属灵，牧师不顺服神，好熟悉啊，这些场景对不对？在很多教会都出现过，好熟悉啊。亲爱的弟兄姊妹，基本上搞来搞去这些年，你看到灵恩的混乱问题就出在这里。那今天怎么解决这个问题？请听好，恩赐只是一个工具，但是你一定有一个权柄的次序，只有在权柄之下你才是安全的。再有恩赐的人也是要顺服权柄的，听明白的人说阿们。如果你不顺服权柄呢，你就有危险，你出事了也没人遮盖你，也没人保护你。你敢保证你都不会错？权柄是保护你的，所以求神真的帮助我们。那在这个领域我做一个总结好不好？当你碰到一些重大事情要做决定的时候，今天晚上学到一个功课，你自己可以祷告神，等一下我会告诉你怎么样跟随圣灵的引导，就是新约神带领你的正确方式，我会 讲这一部分的内容。现在做一个总结是，比如说当你遇到一些重大事情要做决定啊，就好比说生意上这个生意到底要不要做，该怎么办，不要去找先知给你发预言，神不是透过这种方式引导你的。前面我已经讲得很清楚，第一你自己祷告，全家祷告，阿们吗？第二咨询你的牧师，第三你去找一些在这方面有经验的人，比如说你在生意上这个事情上，你去找这个方面的行家呀，你听听他的意见呐。比如说你是做这个餐饮业的，你找一个在地里干活的，你问他这个饭店生意到底要不要开，什么样，他能给你什么答案？他根本不懂呀。比如说你做服装行业的，那你要去问一个在这个领域很有经验的人，很成熟的人，他也是比较在这个方面已经取得成功的人，他给你的建议就会比较合适。他会告诉你说这个阶段是淡季啊，那一条街目前旺不起来的，你那个店呢就不要转过来了，转过来保准赔的。这些人的话虽然讲的不是圣经真理，但基本上是可靠的。我跟你说，他的经验就能帮助你少走很多冤枉路，阿们吗？明明大家都转出去都关门了，你还把那里的店打下来，你不自己拿一个石头给自己背吗？然后这里流眼泪哭泣，主啊祝福我经济上突破，小兵给我安守。早一点那个有经验的人已经跟你说了呀，今年服装不好做，尤其是那条街都关掉了，你还去把店铺打过来，明白好不好？亲爱的弟兄姊妹，求神来帮助我们啊。那今天我要讲的下一部分，新约的基督徒怎么样被圣灵引导，怎么样正确的被引导啊。那首先当然第一个原则就是圣经的准则，跟我说圣经的准则，圣经的准
好不好？这个很清楚啊，圣经的准则，判断拿圣经的准则，好不好？这是第一啊。那第二，通常最多的一种方式，就是圣灵在你里面内在的见证来引导你。内在的见证，我们来看一下罗马书八章第十六节，八章第十四节，我们刚才已经读过，凡被神的灵引导的，都是神的儿子，神的儿女应该被圣灵引导。那八章十六节继续看下来呢，就讲到神引导我们的第一个方式是什么呢？内在的见证。我们先来读一下这节经文：圣灵与我们的心同证，我们是神的儿女。圣灵是与你的心，就是与你的灵，圣灵与你的灵，圣灵住在你的灵里面，圣灵与你的灵呢同证，这个叫内在见证。这是新约最普遍的一种引导方式，好不好？那这个真理呢，甘坚信牧师是这么讲的，平约瑟牧师也是这么讲的，也就是说信心之道的和恩典之道的基本上都是这么讲的，这个也是最符合圣经的，就是圣灵在你的灵里面跟你在一起，当你为了一些重大的事情祷告的时候，你里面会有见证的，你里面会有感受的。我们来看一下哥罗西书第三章十五节，又要叫基督的平安在你们心里，就是在你的灵里做主。也就是说圣灵跟你的灵在一起，当你为着一些事情祷告的时候，内在的见证就是以一种平安的方式来带领你。当你为着一件事情更多的时间去祷告，去寻求神，一般会有三种可能。一种可能是里面七上八下，烦躁不安，那你就等一下，不用每一次都见异象，不用每一次都等异梦，你马上祷告的时候感受到里面是什么，不安的，里面感觉到是受苦的，是红灯的。你看使徒行传十六章第七节，这里就有这一节经文啊。到了美西亚的边界，他们想要往比推尼去，耶稣的灵却不许。另外一个翻译，不许这两个字可以翻译成受苦，就是圣灵在他里面感觉到不通畅，受苦。耶稣的灵不许，就是耶稣的灵感觉到在你的里面是有挣扎，七上八下，受苦，这是红灯的，那基本上这件事情就先放一放，阿们吗？第二种可能是什么？舒畅、平安、喜乐、释放，里面是有平安的，那你就祷告了，通了，我们说通了，平安的，里面是有内在见证的，那你就去做。第三种可能是平静，没感觉，没感觉就继续祷告，阿们吗？没感觉有时候是可做可不做，你要真的把店开起来嘛，多多少少也能赚点钱，大财发不了，小钱还是能赚，但是呢你时间也投进去了，所以很多时候是这样子，好不好？但基本上你懂得里面的感受去祷告的时候是非常清楚的，是非常清楚的。我这些年碰到无数的先知，什么大牌都见过，但你发现现在教会来一个先知，我很冷静的，你发现没有？你们都抢着为我祷告啊，为我祷告，跟我说不成熟。我不希望我下回这么讲完之后就安排去你小组吧，不要去你小组吧，不要，可别这样子好不好？意思是什么呢？先知性的服事很好啦，但这个只是调味剂啦，那重点是神每天有在带领你啦，阿们。关于教会的方向，偶尔有时候神会借着一些先知给我预言，其实他讲的都是印证我里面有的啦，他不这么讲我也就是这么相信的呀，他这么讲嘛，只不过更加确定了，对不对？你知道今年年初的时候，先知一来到我们的教会，原来在老堂，他就看见汪洋大海，可是海里面有一艘船，哇，这艘船上很多人，他就看见牧师站在船上，会众都在船里面，然后他看见两个字恩典的船，看见下面有很多的鲨鱼，然后张开血盆大口，然后呢乌云密布，然后呢有很大的风浪，这艘船好像在摇摇晃去，一会高一会低，一会高一会低，
在朝着对面的方向。当他看见这个画面的时候，他就在我们教会公开的聚会讲了这一场道。可能我们新委身的会友不知道，这是年初的时候。他说，牧师，你跟你的教会已经在这艘恩典的船上，你跟你的会友都已经进入到恩典复兴的船上了。这艘船上虽然有一些风浪，虽然这个海下面有很多的鲨鱼正张开嘴，虽然天空中有乌云，但是你们会很快到达彼岸。哈利路亚！你们会在短时间之内会快速的做成神要做成的事情。我记得有一句话很清楚，他说过去可能需要一年才能完成的，但是当你在这艘恩典的船上的时候，一个月就完成了，一个礼拜、两个礼拜就完成了。哈利路亚！神会快速的做成这一件事情。有复兴一定有逼迫，有复兴一定有压力。哈利路亚！因为魔鬼也疯狂了。哈利路亚！他也这回认真了，这小子出现会出事的。这个出事是他魔鬼的国度要出事，这小子出现，这群人出现，是要打劫地狱吗？这个恩典的浪潮出现，是要把我的老巢都席卷一空吗？很多本来已经被我控制起来的铁链已经拴得好好的，这回全被解开了。他也会疯狂啊，但是神同在。哈利路亚，阿们吧。所以当先知讲这些之后，一方面我非常的感恩，另外一方面跟我里面所相信的一样，我就这么信的，我已经看到就是这么一回事，这个局面就是这么一回事，支持的会越来越支持，反对的当然会越来越疯狂。重点是你讲的是对的，这是真理，这是回归到保罗所讲的这个恩惠的福音。哈利路亚，哈利路亚，荣耀归给耶稣，阿们吗？所以当你为这一些事情祷告的时候，你好好的祷告，神在你里面会开始带领你的，会开始感动你的，阿们吗？你来看啊，我举一些圣经的例子好不好？使徒行传27:9-10，走的日子多了，已经过了禁食的节期，行船又危险，保罗就劝众人说，看到没有啊，保罗这个时候啊，第10节，众位，我看这一次行船，不但货物和船要受伤损，大遭破坏，连我们的性命也难保。这里有两个字，我看，英文翻译是我感到。其实一个行在圣灵里面的人，他里面的直觉是很真实的，不是靠着思想绞尽脑汁去想，也不是靠着肉体去感觉一下鸡皮疙瘩有没有起来，也并不是说一定要见到什么意象画面再做决定，当然这个我们不反对，圣灵有时候会这样子，而是他的灵里有这个内在的见证，阿们吗？所以常常有人跟我说啊，我们应该要在哪里再设一个分堂，在哪里应该要做什么，有时候其实我也都不用祷告的，我里面感受到可以开始了，有时候感觉到这个地方还要再等一下，不用这样都得禁食3天，那我又碰见一点点事情都禁食3天，我现在只剩50斤了估计都这个方面我是非常佩服何弟兄的，我们的同工。其实我跟他交通有时候不是很多了，但基本上会有共鸣啊。我觉得他是一个很成熟的同工啊，神把他带到我们教会，我真心说是很成熟的。他有时候会跟我说，牧师，我感受到我们再等等，怎么样，基本上我阿们阿们，不一定，就是当然有时候是要来祷告寻求神，但有时候一个属灵的人他里面的感受就是直接的。我有一天去一个姐妹的店里，我就感受到，我说赶紧关门，为什么？早一点关门少亏一点钱。不是说牧师没有信心，而是感受到这个东西应该要划个句号，不赚钱。当然不是说不相信靠着祷告去扭转乾坤，而是很多时候已经在圣灵的带领里面，有时候这就是最好的一种方法，阿们吗？当碰到一个姐妹的时候，我跟她说，神要你再等等，继续为你的先生祷告，这是牧师给你最好的话语。
其实你里面也能感受到，其实神有一些做工，但是还是需要再等等，不要慌，不要急，祷告。其实有时候你非要找找这个问问那个问问，其实神给你里面的感觉是很真实，就再等一下，就继续祷告。有一些姐妹的婚姻你知道的，对吧？一方面有时候你的魂里面的思想会出来了，我都38了，只有雷同，纯属巧合啊。然后怎么办呢？年龄再大，结婚了生育都会有困难呐、啊，亲戚朋友都是异样的眼光啊，压力山大呀，什么呀，然后看见别人秀恩爱啊什么的，又向我撒狗粮啊。好了，你这个人的意思跑出来了，然后呢，找找这个先知祷告一下，我的老公到底是台湾的、香港的，还是上海的，还是哪里的？然后找找这个也祷告一下，你说这个是到底是戴眼镜的呢，还是这个不戴眼镜的？到底头发是中分的，还是37分的？你魂的意思出来的时候，其实你有时候就乱了。其实你知道吗？一个属神的人，神一直与你同在，圣灵一直在你的里面，你灵里面感受到，就是你感受到还是需要一个时间再继续的仰望神。神已经有一些带领和预备，所以有时候虽然父母给你很多话语，旁边的人给你很多话语，但你里面的感受是很真实的，就这么回事嘛。这叫什么？内在见证。这个人一出现到底对不对，有时候不需要去说太多了，你只要更多的方言祷告，基本上你里面的感受是对的。记得一定要更多的方言祷告。我再说一次，最后做一个总结，今天我就先讲这个好不好，做一个总结。这是最普遍的引导方式，你更多方言祷告的时候，你的灵里面的状况就会很好。记得哦，人有灵魂体嘛，有时候是魂里面的东西压过了灵里面的真实，所以你常常害怕啊，常常这个担心啊，忧虑啊，你都是被魂影响。你更多方言祷告的时候呢，你会活在灵里，你的灵强大就可以压倒外在的一切。我自己深有体会，当我灵里强大的时候，我才不在乎呢，我管你说什么的，我照样哈利路亚恩典复兴。但是有时候你知道吗，但你的祷告有时候比较少的时候，你的灵里的状况有时候那个电压比较低的时候，有时候外面人的话语 也多多少少会有一点点受影响。所以你更多方言祷告的时候，你的灵里会强大。如果这个从来不方言祷告，每天这个都是看电视剧，什么韩剧，什么爱情分手失恋小三，电视看来看去都是这些，你还哪来的圣灵感动哦？有些姐妹一到家里就是打开电视机，电视嘛，这几个频道你看现在放来放去就是什么小三啊，出轨啊，他爱上了他，他又离开了他，他又出现了什么情况，都是这些烂片。什么片？你闭上眼睛都是这些，还哪来的启示呢？你没有启示啊，你搜索不到信号啊。如果你更多的方言祷告，吼拉嘎巴拉沙嘎拉嘎巴，方言祷告，你里面会非常的敏锐的。看电视当然不是罪了，牧师也不会定你的罪了，但是你更多的时间在电视上的时候，你的灵就会很迟钝，你搜索信号就很迟钝。你别说，你玩手机玩多了你都会迟钝的。有人说啊，天将大任于斯人也，必须要断他网络，收他手机，卸他微信。然后关你一个礼拜，我们这个每个都见异象，这个做异梦，你就能够领受到神的话语，哈利路亚，好吗？我们需要正确的被圣灵引导，哈利路亚。好，今天晚上到这边好吧，我们请同工一起来，好，我们一起来祷告，哈利路亚。我们一起举手来方言祷告，好吧？不管你的家庭遇到怎么样的困难，不管你生活中遇到了什么样的挫折，不管你正经历什么，神说我都知道。一个属神的人，神与你同在，神与你同在，哈利路亚，不要害怕，神与你同在，神与你同在，不要害怕，哈利路亚。当你为着你的家庭忧虑的时候，神说不要害怕，我在你的家里面掌权。当你为着你的先生，为着你的配偶，为着你的孩子有很多担忧的时候，神说我在你身边都掌权。当你为着你的婚姻，为着你的未来有
神说你是我的孩子，举起双手，圣灵在你的灵里面，圣灵要带领你，圣灵要与你同在，神要带领你走过每一个环境，他要带领你走过高潮，走过低谷，走过软弱，走过一切的困难。哈利路亚，神与你同在，神要伴你走过春夏秋冬。一起说，神与我同在，神永不撇下我。哈利路亚，高举双手，一起开口来祷告，开口来祷告，啦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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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啦
一个不偏向，你从不撇下我，永远不离开我，永远不离开我，晨昏夜晚陪我度过，我的日子如何，你的恩典更多，在这一切世上靠你生活，你从不撇下我。
山靠你胜过。你说会陪我走过春夏秋冬，疼我引导我保护我，依靠耶和华的人生不偏向。举起手来，我们一起开口方言来祷告。呼啦嘎巴巴巴巴巴。哦，依靠耶和华的人什么也不怕，依靠耶和华的人一个也不偏向，依靠耶和华的人一无所缺，一无所缺。为着你的家庭来祷告，为着你的婚姻来祷告，为着你的事业经济来祷告，为着你的儿女来祷告，为着你前面的工作道路方向来祷告，也为着你的服事来祷告。同工们，为着我们的教会的方向来祷告。沙啦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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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啦，叙利亚啦啦嘎巴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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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巴。哦，沙啦啦啦啦。神要赐下平安，神要赐下平安，神的平安在你的身上，你有平安，不要惧怕，你有平安，有平安，哈利路亚，哈利路亚，撒啦啦啦啦啦啦。牧师要为每个人来祷告。主啊，你的恩典临到每一个人，这位圣灵已经住在每一个神的孩子的里面。神对你说，孩子，我永不离开你，圣灵就是我与你同在的凭据。当你在孤单的时候，圣灵说，孩子，我在带领你。当你软弱的时候，神说，我在带领你。当你无依无靠的时候，神说，依靠耶和华的一个也不落下，依靠耶和华什么也不怕。神与你的家庭同在，神要赐给你平安，神要赐给你平安。哈利路亚，祝福每一个人，祝福每一个人，奉主的名，接下来生命中会有一个极大的翻转，会有一个极大的翻转。感谢耶稣带领我们今天晚上的聚会，愿主耶稣的恩惠、平安、圣灵的感动临到每一个人，直到永永远远。奉耶稣的名祷告，阿门。